睡觉。小三睡觉了，睡觉小三，小三小三睡觉了，乖小三，胖小三，可爱的小三睡觉了，你真乖。哇哦，天哪！睡觉了，乖乖虎。乖乖虎睡觉，睡觉，乖乖虎，睡觉，睡觉，乖乖虎，睡觉啦，宝宝睡觉啦。他好像像很小儿科，怎么样就把动物给弄四脚朝天了？我的第一反应就是不可能。小王子睡觉了，小王子睡觉，小王子睡觉了。有谁能让青蛙四脚朝天睡觉吗？我从来没见到过，哎，我从来没见到过，哎。就睡觉，小王子，小王子睡觉啦。咯咯哒睡觉，这是你最想看的。咯咯哒，你真乖，睡觉。宝宝，你怎么头起来了呢？那姐姐还怎么给你蒙啊？宝宝，重来一遍吧，睡觉。青蛙醒了，青蛙醒了。宝宝睡觉了。宝宝，别漏光。别落光，哥哥达，怎么回事？你今天你是不是今天上台是不是害怕呀？小鸡又醒了，青蛙又跑了，第一只小撒又醒过来了，很好玩，非常好玩。家，家，别落光啊！挑战进行到第四只小动物的时候，青蛙和小撒都意外地醒了过来。五岁的佳莹能应对突发状况完成挑战吗？小撒，怎么办到醒了呢？啊，宝宝，宝宝睡觉了。乖小撒，胖小撒，可爱的小撒睡觉了，你真乖。睡觉了，小王子，他醒了，你也醒啊。睡觉，睡觉，宝宝睡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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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睡觉了。睡觉，白雪公主。睡觉了，白雪公主。睡觉了。睡觉，白雪公主。睡觉，白雪公主。